梳理全球热点，盘点世界风云。您正在收看的是《环球精选》。今天节目我们聚焦亚欧大陆。在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饱受西方制裁、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大背景下，俄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遇害一案将给俄罗斯政局带来哪些影响呢？新明斯克协议的签订又将使乌克兰局势发生哪些新的变化？下面就把时间呢交给亚欧分演博士，请亚欧总分社的记者们为我们详细道来。好的，谢谢北京演播室，这里是新华社位于莫斯科的亚欧分演播室，在这里呢，新华社记者将和您一起跨越亚欧大陆，聚焦时事新闻。今天来到演播室与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是亚欧地区问题专家、新华社亚欧总分社副社长金学庚先生。金社长，您欢迎您。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让我们进入速览亚欧，回顾一下亚欧地区近期都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当地时间2月27日晚在莫斯科市中心遭身份不明人员枪击身亡。俄罗斯调查委员会立即就此事开展刑事调查，谁是谋后元凶？涅姆佐夫遇害对俄罗斯政局又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2月12日，乌俄德法四国领导人就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共识，并促成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新的明斯克协议。协议执行近一个月来，乌克兰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新协议能否成为结束危机的解药，或者只是缓和局势的镇痛药？欢迎回来。首先让我们聚焦上月末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一起举世瞩目的暗杀事件。那当地时间2月27日晚，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在莫斯科市中心遭身份不明人员枪击身亡。消息一出呢，震惊了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来看报道。根据俄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信息，案发时涅姆佐夫正在莫斯科市中心一座桥上步行经过，有人乘汽车经过并对其连开数枪。事发后，俄总统普京立即要求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并表示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涅姆佐夫曾于上世纪90年代担任俄第一副总理，从2012年起担任俄罗斯共和党、人民自由党联合主席，在2013年9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当选亚罗斯拉夫尔州杜马议员。目前，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已经梳理出案件多种可能的作案动机，并展开调查。委员会认为，涅姆佐夫有可能是为达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之人的牺牲品，也有可能因私人恩怨遭到枪杀。同时，案件是否牵涉乌克兰国内局势以及与宗教极端势力有关联，也在调查人员的调查范围之内。当地时间28日中午左右，部分俄罗斯民众前往莫斯科市中心克里姆林宫旁的一座大桥上，悼念稍早前在那里遇害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现场放置着涅姆佐夫的遗像，前来悼念的民众纷纷献花、点燃蜡烛，表达哀思。当地时间3月1日，莫斯科民众为遇害的反对派领导人涅姆佐夫举行悼念游行，游行期间秩序比较平静，没有发生冲突事件。此次游行得到莫斯科市政府的批准，游行路线被限制在从位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中国城地铁站，经过莫斯科河左岸道路至涅姆佐夫遇害地大莫斯科河桥。据莫斯科警方统计，参加当天悼念游行的民众共计约16500余人。游行从莫斯科时间当天下午3:15开始，约5:15，游行队伍头部到达大莫斯科河桥涅姆佐夫遇害地，向其敬献花圈后，游行队伍开始疏散。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当天除莫斯科外，在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夏诺夫哥罗德等城市也为涅姆佐夫举行了悼念游行，游行过程中同样未发生明显骚乱。那我们注意到，枪杀事件发生之后呢，立即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那有关涅姆佐夫遇害的原因呢，出现了多种猜测，甚至不乏阴谋论。那有分析人士甚至指出呢，这起枪杀事件呢，有可能动摇俄罗斯的国内政局。那么金社长，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那么的确如你所说，在俄罗斯因为乌克兰问题饱受西方制裁、国内经济陷入困境的这个背景下呢，这起事件的外溢效应确实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呢，
涅姆佐夫遇害案是对俄领导层发出的挑战，但是俄罗斯当局呢是有能力管控好这件事情对国内局势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值得注意的是呢，与国际舆论的一片喧嚣相比，俄罗斯国内对此事的反应呢则理性和冷静得多。枪击案发生以后啊，俄罗斯总统普京迅速责成有关部门成立了专门小组调查此案啊，并要求这个小组呢随时向他汇报调查进展的情况。普京随后呢在发给这个涅姆佐夫母亲艾德曼的慰问电中呢表示说，这个俄罗斯有关部门将尽一切努力使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涅姆佐夫这个遇害以后啊，俄罗斯反对派取消了原定于3月1号在这个莫斯科马里伊诺区举行的这个反危机大游行，决定呢在1号这一天呢在莫斯科市中心啊为涅姆佐夫举行悼念游行。莫斯科当局呢迅速批准了反对派提出的这个游行申请，并且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使数万人参加悼念游行的这个总体呢是有序进行的。俄罗斯政治学家这个孔可夫认为，反对派和这个执政当局迅速就举行悼念游行事宜达成一致，这是二者之间开展对话的积极步骤啊。那么针对涅姆佐夫这个被害案啊，俄罗斯各界人士呢纷纷表态，呼吁民众呢要保持冷静，不要让那些企图通过此事通过这一个事件呢扰乱这个俄罗斯国内局势的势力呢得逞。公正俄罗斯党领导人米罗诺夫的就指出啊，说凶手希望以此造成这个俄罗斯国内局势混乱。他说呢，在当前条件下，民众保持警惕和平静是回应挑衅者的最好方式啊。实际上呢，我们观察眼下的俄罗斯啊，不难发现俄罗斯社会对目前来自国内外的危机，对目前来自这个国内外的危机的时候啊，恰恰呈现出了这个国家的向心力以及对这个普京政权的支持。去年3月份以来啊，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俄罗斯也采取了反制裁措施。制裁战与国际油价下跌这个因素的叠加呢，使俄罗斯经济呢陷入了困境，经济形势恶化，对于这个百姓生活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面对外来压力和国内经济困难，普京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高位啊。根据这个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啊列瓦达中心的最新民调这个结果显示啊，普京今年2月底的支持率高达86%，这比去年1月份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分析人士指出呢，普京支持率飙升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和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是有关系的。普京一直这个受到广泛的欢迎，原因在于俄罗斯民众珍惜啊这个现在的这个稳定生活，而且认为呢这一切都得益于普京推行的政策。俄罗斯国家杜马这个也就是俄罗斯的议会下院的副主席热列兹尼亚克认为，西方政治家通过制裁达到这个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试图分裂俄罗斯社会，但是他们失算了，俄罗斯社会反而因制裁而更加团结了起来。当然了，涅姆佐夫遇害案给俄罗斯国内呢带来的这个震撼与这个反思呢也是很明显的。去年以来啊，俄罗斯当局出台多项旨在这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举措，立法机构呢也不断完善这个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那么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呢，如果俄罗斯的经济困局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啊。因此呢，俄罗斯当局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呢仍然是任重道远的。谢谢金社长的分析。那么下面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乌克兰。2月12日，
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呢，就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达成了共识，并促成了三方联络小组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签署了新的明斯克协议。那该协议呢，从2月15日生效至今呢，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那执行的情况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连线在莫斯科的我的同事潘丽君。丽君你好。你好，清兵。 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新明斯克协议生效近一个月来的执行情况。好的，秦兵。那根据新明斯克协议，自2月15号零时起，在乌克兰东部实施全面停火。冲突双方不迟于停火后第二天开始后撤重武器，并在2周内完成这项工作。那如今协议执行了将近一个月，乌克兰东部呢整体上实现了停火，但这一结果我们都知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几个时间点，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仍然继续攻打小城杰巴利采沃市。那2月19号呢，乌克兰军队被迫撤离了该市。那么至此呢，乌克兰东部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才停止，但零星的武装冲突并没有中断过。冲突双方呢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协议。2月21号，冲突双方按照协议规定呢交换了战俘。 24号，顿涅茨克民间武装宣布自当天起从冲突地区后撤重武器，这比协议的规定呢其实晚了8天，而乌克兰军方到26号才宣布开始从冲突地区全线后撤重武器。乌克兰军方的理由是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协议，不断袭击乌军阵地，导致后撤重武器的这个工作呢无法进行。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多次表示呢，民间武装的重武器并没有后撤，而是在进行重新部署，甚至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民间武装白天将重武器后撤，而晚上再运回来的情况。而对此呢，民间武装则矢口否认。那至少就目前来看呢，在过去的一周内呢，乌克兰东部的局势还是趋于稳定的，甚至出现了一天内没有死亡报告的情况。但双方目前呢，都依然处于 战备的这个状态，交火的零星的交火不断。如果一旦有新的导火索，战火可能会重新燃起。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嗯，好的，谢谢丽君。那么从刚刚记者的介绍来看，我们知道目前乌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冲突应该说是基本停止了，但是零星的冲突依然没有间断。停火协议呢未能得到全面的执行。那提到明斯克新协议，不能不提2014年9月三方联络小组以乌 东部民间武装签署的明斯克协定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协议。那么该协议呢，最终成为一纸空文。那金社长，相比于去年的旧协议，新协议在内容上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你对新协议的命运又如何看待呢？新旧协议基本内容是相同的，都把立即全面停火作为呢第一点，都提到了东部冲突地区，今后的其他安排，比如说撤走 所有的外国武装力量和这个军事装备，举行地方选举，恢复经济等等，是吧？但是新协议呢，也有一些亮点。那么首先呢，是对协议内容的阐述更加详细，以大大降低冲突双方在这个解释协议条款时的随意性。其次呢，是增加了按照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 和恢复乌克兰政府对整个冲突地区国家边界的完全控制等符合乌克兰当局主张的内容。同时呢，增加了将针对东部冲突地区的临时性特殊地位法变为永久性法律，进行以中央放权为宗旨的乌克兰宪法改革，可组建地方警察队伍等符合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要求的内容。 停火只是全面落实新明斯克协议的第一步，但迈出这一步竟如此艰难。乌克兰总统这个波罗申科3日呼吁欧盟对乌克兰局势不要过早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呢，民间武装既为全面停火，也为全面这个全部这个后撤重武器，欧盟应该去影响协议的签字方，使其全面履行自己 应该承担的义务。那么与停火相比，新协议中的这个政治安排恐怕更难落实。例如，这个按照乌克兰法律举行地方选举和恢复乌克兰政府对整个冲突地区国家边界的完全控制等条款，在当前形势下，显然是很难以实现的。 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两个自行成立的共和国，
尚未放弃这个独立的要求，他们当然也就无法接受按照外国法律去搞这个选举了。此外呢，在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看来，让乌克兰当局完全控制国家边界，也就等于切断了自己的供应线，这当然是更无法接受的。那么另一方面，将临时性特殊地位法变为永久性法律，以及允许东部民间武装控制区呢组建地方政权和警察这个队伍等等这些内容啊，则是乌克兰执政联盟中的一些政党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呢，这将严重损害乌克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可见，全面落实新明斯克协议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内战没有结束，而只是迎来了转折点。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乌克兰当局与东部民间武装建立相互信任，开展务实对话，各自做出必要的让步。同样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国际社会多做劝和工作，为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谢谢金社长的分析。那么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呢已经是一年有余，但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局面呢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得到有效的改观。那么在这场危机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有关各方的多轮的博弈。那么金社长，您觉得乌克兰危机的实质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左右的局势的发展？乌克兰危机啊，它不是一起孤立事件所引起的局部危机，而是牵涉到多方利益的地缘政治博弈，而北约东扩是危机背后最核心的。美联社最近这个发表的一篇新闻分析啊，就直接以这个叫乌克兰危机的核心是北约在冷战后东扩为标题。这文章指出呢，说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北约沿着从这个北边的爱沙尼亚到南边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直线推进，如今莫斯科阻止北约彻底包围其西部的这个唯一缓冲区啊，就是芬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近日呢也表示，这个北约利用乌克兰危机大力强化在俄罗斯边界附近的军事存在，其部队在俄罗斯边境的活动频率比俄罗斯军队还要高好几倍。全球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这个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就曾表示啊，说一些西方主流观点啊，把这个乌克兰危机主要归咎于这个俄罗斯的侵略，但是呢实际上美国以及欧洲盟友才是乌克兰危机的这个始作俑者。危机根源呢是北约东扩，欧盟东扩，而俄罗斯领导人一向坚决反对这个北约东扩的。为此呢，在去年乌克兰政权更迭后，普京也顺势做出了反击，先是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啊，接着又向乌克兰新政府施加压力，在边境集结重兵，大幅提高天然气价格，并且要求呢支付这个欠款。上个月的明斯克会议，整整1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这个谈判啊，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了这个各方即使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呢，依然想促成这个乌克兰东部停火的决心。在莫斯科看来，这个协议呢是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的保证。普京的目的呢十分明确，捍卫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在就是东欧地区重新赢得影响力，阻止北约向俄罗斯边境方向呢扩张。历史也表明，乌克兰对俄罗斯具有重大的这个或者说极大的战略意义啊，即使换了别的领导人，俄罗斯也不会对乌克兰这个变局置之不理。美国可以不喜欢俄罗斯的立场，但应该理解这后面的逻辑啊。要想解决乌克兰危机，关键在于美国和西方呢是否愿意放弃将乌克兰西化的这个计划，让它成为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俄罗斯前国务卿基辛格呢也认为啊，说不应当鼓动这个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是应该劝阻其加入。谢谢金社长的点评。那我们也注意到呢，在与俄罗斯的多轮制裁较量当中呢，不少欧盟国家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欧盟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是否还跟美国一路走到底呢？目前来看呢，也不尽然。那有些观察家呢，就认为美欧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金社长，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呢？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此前在基辅这个政府军的节节溃败以后啊，欧盟大国的德国和法国骤然提高了这个外交的活跃度，默克尔和这个奥朗德开始放弃对俄罗斯唇枪舌剑的这个攻击，并以或多或少的这个务实立场开启了谈判。自从这个武装冲突爆发后，首次开始商讨地区的战后世界秩序，包括按照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啊、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模式呢，让维和部队进驻冲突地区，以长期维护这个局势的可能性。欧盟领导人外交活跃度的这个顶峰呢，就是明斯克谈判，许多人希望这成为这个乌克兰完全停战的基础。这证明欧盟与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呢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因为直到最近，还有多家媒体援引美国政府采购网的这个报道说呢，这个美国将于本月到10月间，分数次向乌克兰输送至少300名美军士兵和大批这个武器装备，可见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还是一意孤行，而欧盟方面呢？相互制裁已经令这个欧盟呢蒙受了损失，而最主要的是呢，一旦局势失控，欧盟可能会卷入这个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即使不是直接的啊，这个规模呢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可以预见欧盟将因此遭受史无前例的巨大损失。我们从近期普京和这个欧盟的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这个互动可以看出。更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朝着这个合则两利的方向呢，去开始思考问题了，采取了呢更加务实的对俄政策。谢谢金市长的点评。看来只有务实的对话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俄乌在天然气上的博弈就是最好的明证。经欧盟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月2日达成一致，双方继续履行冬季一揽子协议。乌克兰缴纳预付款后呢，俄罗斯向乌克兰供气至月末。俄乌月底前呢，在磋商夏季的供气事宜。那最新的约定令乌克兰避免了断气的可能，欧盟进口的天然气呢，也得以免受牵连。一起来看短片。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冬季天然气供应协议本月31号到期，在欧盟斡旋下，俄罗斯与乌克兰能源部长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对话。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俄乌双方表现出希望继续就冬季一揽子协议后续天然气供应计划磋商的意愿。主持对话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斯谢夫佐维奇说，3月底前将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后续供气安排。And I'm satisfied that we managed to safeguard the full application of the winter package for the supply needs in Ukraine. We also agreed to take up trilateral negotiations on the follow-up to the winter package, and I'm reassured that the supply of gas to the EU markets remains secure. 欧盟大约1/3的天然气需求由俄罗斯满足，其中一半经由乌克兰境内管道输送，因此，俄乌在天然气方面的任何动向都会波及欧盟。去年6月，由于乌克兰欠缴50多亿美元天然气费用，俄方切断对乌供气。经过欧盟数月斡旋，俄罗斯去年12月恢复对乌供气。关于俄乌在天然气上的较量呢，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谈了不少。那么乌克兰危机以来呢，俄罗斯巧妙地运用了手中的天然气这张大牌，对乌克兰政府屡屡施压。那么金市长，为什么天然气会成为悬在基辅政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呢？在说到天然气之前呢，我们先说说目前的这个乌克兰当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如今啊，乌克兰经济被持续的战乱啊，已经拖累得千疮百孔。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
多次与乌克兰当局达成了这个贷款协议。但这些援助啊，都只是杯水车薪啊。乌克兰外汇储备在2014年啊，从204亿美元猛降到了这个75亿美元，今年1月份又减少了11亿美元，降到了10年来最低的64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国家外汇储备上半年就有可能就耗光了。乌克兰政府这个外储锐减啊，投资者纷纷逃离，稳定了多年的这个汇率也在过去一年里呢直线下跌。去年这个时候，1美元可以兑换9个这个格里夫纳，而上月1美元兑换格里夫纳呢一度升破了30。近日呢，乌克兰央行将这个基准利率和这个再融资利率呢由19.5%升到了30%，这才挽回了一点这个格里夫纳的这个退市。物价飞涨让民众生活呢雪上加霜，今年1月份，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水电、天然气啊，以及这个公共交通等这个物价上涨了这个1/3左右。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了这次金融危机，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呢，就是被乌克兰天然气的这个欠款所拖累。俄罗斯是欧洲这个最大的天然气的供应国，乌克兰这个一半的天然气需求量是由这个俄罗斯提供。乌俄关系因为克里米亚这个入俄恶化以后，俄罗斯宣布不再以每千立方米268.5美元的优惠价格向乌克兰这个出口天然气。此后呢，俄乌欧三方围绕价格多次举行这个天然气的磋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去年的6月，俄方呢宣布对这个乌克兰采取预付款供气机制，停止对乌克兰的供气。被俄罗斯这个断了气儿以后啊，乌克兰一直试图经由各种方式解决能源供应问题。这个冬季供气问题一直到去年的10月31号才得到解决，而作为条件呢，乌克兰必须偿还几十亿美元的欠款。这对于乌克兰政府来说，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天然气欠款的问题，必然会引起这个经济民生的震荡，从而使现有的危机呢，更这个加深一层。好的，本期的亚欧精选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新华社亚欧总干事副社长金希根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好的，谢谢前方带来的精彩内容。更多来自亚欧大陆的新鲜事儿，亚欧精选将为您持续关注。环球精选希望为您打开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我们下期再见。